林依晨小姐结婚的状况跟你想象的差不多吗？我们可能跟一般的夫妻不太一样，其实到现在都还是远距离。远距离很好啊，有他的好，但也有他很差的地方。林依晨，远距离对你来讲 OK 吗？可能刚好我们两个都是很需要个人空间的人，所以刚刚好。然后你们没有讨论过希望谁搬回来住吗？两个都没办法。要每天视讯吗？这是习惯啊。影片播出的是现场的状况吗？是啊。你就在怀疑是预录吗？你觉得每个人都是那么高科技吗？他先生说，只要我不在台湾的时候，你随时可以回你娘家去住。后来连我公公都这么说，我就会更觉得整个家都是想要你回去。对，不是，这种感觉是对的。还是他们全家就是希望你一直住在娘家？也不是吧。因为有些媳妇是很乐意陪公婆。没有这种媳妇。